让张雨绮来歌手踢馆呢，真是天才，毕竟她可是新生代歌手里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位。我是一只12岁，张雨绮参加中国新生代进入胡海泉班级，出场一首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让所有导师为之震惊，后来又用一首《像梦一样自由》成为了无数网友的童年回忆，甚至被戏称汪峰唱了半辈子竟被一个12岁的小女孩超越了。明日之子就可以看出，张雨绮的人生简直是一路开挂，只要是参加比赛就是在人堆里最强的存在，尽管有大前辈白兔作为竞争对手，但她还是夺得第一，成为了明日之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厂牌。 Yeah yeah my baby please don't cry 这悲伤也不知从何而来、yeah.妈妈说想家就往回走、yeah、跟这条路怎么不能回头。比赛后他也是迅速升咖，竟因为自己的原创歌曲 Outside 受到了美国 NASA 的邀请去国际上表演，成为内地首位登上 NASA 的00后歌手，而上一位邀请呢还是邓紫棋。包括后，张雨绮并没有选择长时间留在乐坛增加曝光度，而是转身报考了伯克利学院去顶级学府进修，大学期间也只是偶尔回国参加一些音综，虽然舞台变少了，但都是精品，和导师胡海泉合作的舞台也在短视频平台爆火。如今张雨绮顺利从伯克利毕业，许久不露脸的她毕业晚会上一首 Black Sheep 播放将近100万，律动自如的台风简直是内娱独一份，如今又报名参加歌手，相信一定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。现在的00后女歌手都这么猛吗？她们的清唱击碎了多少人的歌手梦？已经在唱了。我以为是放第一位黄霄云，这段清唱真是把我看傻了。黄霄云不愧是专业院校毕业的，每声花腔都是张口就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魔笛是多简单的一首歌。但是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对嘴的吧，这个应该是夸我呢还是是夸你，是夸你，好厉害。天若有情亦无情，爱到最后要分离。第二位西林娜依高，不懂就问，西林是有什么清唱牛逼症吗？坐在台上用最普通的话筒唱出了最贵的音效。我知道人会变老，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，列车会准点吗？路上有吃的吗？到家
候不管几点饭都会热着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樱刚成穗。第三位单依纯，在新生代歌手中，单依纯的发展也是最好的，她的实力毋庸置疑。从好声音冠军出道后，唱功也突飞猛进，直播间的随口一唱简直太稳了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，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，美好剧情不会更改，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 You are the shadow to my light, did you feel us? I'm not a star, you fade away。第四位段奥娟，曾经靠清唱爆火的段奥娟，如今又靠清唱重新走到了大家面前。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。今天你不再是座山歌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时间是让人措不及防的东西。现在零零后的唱功能有多逆天，当着原唱的面也能开口惊艳。今天就来分享几位天才童声。我与迎风再留住几步，还记得2020年那个在教室唱《游山恋》一举爆红的小男孩吗？当年他的戏腔惊艳了无数网友，不仅引起了央视的注意，更是打动了李玉刚。如今2年过去了，这位名叫刘泽举的小男孩不仅从教室走到了台前，更是和李玉刚合唱了《万将》。那是一条高了高了孩子高了天路是韩红的代表作之一，歌曲的难度那是在 KTV 里谁唱谁死的程度，但是这位名叫徐静的小妹妹唱的那叫一个张嘴就来，当着韩红的面飙高音还轻轻松松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可酒素要唱会更加香甜，幸福的歌声传遍。更是重量级，才9岁就能连升11个 key， 这嗓音都不是吃了 CD， 分明就是手拿话筒脚踩唱片出生的神童啊！初登美国达人秀的他，就直接拿到了总决赛的黄金按钮，成为了史上年纪最小的中国选手，连邓紫棋都期待和他合作。看完上面几位零零后歌手，是不是瞬间感觉华语乐坛还有救呢？音乐无国界，小熊带你听世界，点个订阅不迷路。